曼斯利实验中学凭借着优异的录取成绩打响了知名度。日前，浩瀚私立实验中学乔迁新址，全新的校园为学生们提供更舒适的学习环境。不论您是想提高孩子的语言能力、国际竞争力，或者是希望孩子在不同的教育体系下成长，在送孩子到美国之前的选校方面一定要做出多方面的考量。浩瀚私立实验中学本着向前向上的教学宗旨来指导和追求成功的教育，教学数十年来已经培育出了许多学子进入美国常春藤以及各大名校。学校不但注重学生的理论和学术方面的培养，更注重对学生自主创造力的发掘。为了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所有的科目都强调小班制的教学和有针对性的单独辅导，来帮助孩子更好更快地掌握知识和克服困难。目前，浩瀚中学乔迁新址搬到了 Arcadia， 全新的校园为学生们提供更舒适的学习环境。浩瀚私立实验中学，我们是在1986年成立的，那我们是 WASC 六大联盟认证的学校。那我们所有的课程都是 UC 或者是 CSU， 就是加大或者是加州州立大学认可的。我们学校提供14门的 AP 大学先修课程，那我们有提供给外国学生上课的 ESL 课程。我们学校收9到12年级，那我们招收本地生也招收国际学生，所以我们有帮国际学生办那个签证，学生签证核发 I-20 的服务。我们学校的升学率在加州大学来讲，每年大部分都是保持在98%以上。我们的学生有进入比较著名的加州大学，比如说像 UCLA 或是 UC Berkeley， 那也有一些学生进入常春藤名校。创始于1986年，浩瀚私立实验中学是联邦核准的正式走读和寄宿中学。多年来深入研究和累积丰富的教学经验，浩瀚私立实验中学有效地帮助学生们熟悉和通过美国大学考试，并且申请到最好的学校。目前学校招收9到12年级的中国和外国学生，师资优良，小班授课。您可以拨打热线查询升学详情。中天频道采访报道。